我会是菠萝油。好想你哋嘅时候咧，我是两个菠萝油。正在学，真的有一个非常经常容易听到的一个单词叫做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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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。我也听过这个，我都听过那个。因为在片场拍的时候呢，每一个就会比较有很多人嘛，然后要拍的时候就那个举着话筒的那个老师就会说安静。我哋演出嘅佢咩？李生嘅广东话仲用唔到。我哋呢个时间咧，同阿李咧嚟学下广东话。好多。我陪我学。사랑해요저는인사처음인사广东话的인사。我想学打招呼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不该。